今日请坐，啊，各家各位辛苦的同心，大家请安一下，大家好。拄啊，迄个无挂目镜，啊，即马即个有挂目镜，吼。来，因为今仔迄个王宝玉高雄酒的酒长，因为因公公昨迄个告别式啊，也无闲，所以赶袂来，啊，我暂时代理一下哈。好，啊，我今仔要甲各位讲的，就是咱台湾有诸多的问题，吼，要来探讨台湾猪问题。咱一般饲猪吼。差不多200斤，然后差不多200斤啦吼，啊，嘛，唔免100斤啦，然后90斤来卖了，拢足好卖啊。啊，无咱台湾吼，饲猪饲67年吼，这只猪阁卖袂定，阁卖抬定，吼啊，所以这诸多的问题啊，咱来探讨一下吼。啊，首先吼，我爱甲大家报告讲，我收集这个物件，拢是咱秘书长。甲何瑞仁即台湾竞赛吼，所合作的即个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吼，即本我足建议大家爱买来看，即本较简单，佮较好了解啊。等于若看了即本拍基础拍好，啊，你若要来看台湾最终地位啦，也是新台湾会加足轻松。啊，台湾跟美国关系足密切的，是安那甚物代志拢美国咧甲咱控制。哦，就是咱跟伊有条约关系啦，就是旧金山合约哈。啊，那么我网站咱为台湾民政府官网来登记了一挂资料，啊，甲台湾海外网，啊，个自由时报的电子报，哦，即个拢会当我拢为内底收集一挂资料哈，啊，来跟大家来讨论哈。啊，那么这个简报就是要希望讲，予咱了解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是安怎变化？哦，啊，台湾目前法律上的地位是啥款？那么台湾若要建国未来会当做的方案，哦，来做解析，哦，啊，那么爱清除咱和中国国民党教育的错误的观念，哦，中国的本质伫咱脑内要安怎个清出来？哈，啊，掀开台湾地位各项法理的这个真相啊！好，啊，咱今仔开始，那了解咱。台湾的真相，啊，咱做伙来写台湾历史，哈 ，OK， 好，啊，这个目录是前年的哈，台湾主权地位真相，好，啊，这物件哈 ，OK， 跟台湾第一届国际条约有关的，哦，较明确的就是这个马关条，日本讲的是下关条，啊，伊的前年有贡献，哈，哦，就是讲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甲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俾两国甲伊个臣民遵守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争哈。那么这个就是讲下关条约还未签，伊迄个下开条文进前就先写这个前言，就是大皇帝对大皇帝，即马签落了。台湾的领土甲平壤领土就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哈，啊，只是伊委托，因为皇帝无都真少人讲皇帝亲身出面啊，拢嘛委托，哦，那大清帝国委托李鸿章甲伊的后生李金芳，啊，日本这边是委托伊藤博文，就是因的总理大臣，甲这个外交部长陆奥忠光，哦，因代表，哈，啊，个彼此。教育所奉谕旨，伊拢受了天皇、甲皇帝的命令来哈。OK， 那么马关条约第二条的内文是啥？好，咱来看，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职权，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旗、工厂、甲一切所属公物哈，所一切所属公物件哈。永远让予日本，永远注意，永远吼，拼无体型个啦吼。啊，所以咱来记，咱即块地永永远远拢是日本天皇个。OK。啊，伊第二项讲，台湾全岛
甲所有的附属岛屿，哦，就是讲，即个拢永远拢挂互日本去啊，吼。OK， 第三个就是澎湖列岛，哦，啊，伊则有经纬度，甲其中的即个诸岛屿，吼。OK， 那么第三款伊讲，前款所记载甲联合本录的地图所划疆界，哦，啊，即本文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两名以上，作为共同划定疆界哈的委员，就地他干确定划界。咱呐民间住啊土地买卖，是毋是拢爱请地政事务所派人出来监界、定界制啊？这个就是哈确定划界啊，这拢有确认过啊。OK， 好，第五款本六。批准互换之后，含两年之内以来，日本准大清帝国纽约所在的人民，原迁居容易的地方之外，一定变卖你所有的产业，哈、哦，退出界外，就是退出台湾甲澎湖，哦，你要返去中国，吼、哦，你个拢使哈。但是那两年满了后，无迁徙的。所以视为日本的臣民，哈、哦、，OK， 你看，人迄个霸王年前都有限定两年之内，互你选择期，互你犹豫期，你到底要阁待到遮，还是要等于你清帝国有互你犹豫期、选择期？咱台湾蒋介石十月二号来了，到过年1946年1月12日，用行政命令。把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人，拢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国民，这国际法上错误，吼、哦，袂使安尼做，吼、哦，这违法的，违反国际法。啊，所以美国甲日本，因的外交部虽发文跟中华民国抗议，讲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吼、哦，就是旧金山合约，拢还袂签订，到底台湾澎湖要交什么人，要安怎处理？还没有决定，你哪会当讲改当地人的国籍？吼、哦，歹势，我要60岁，还袂当领我啉者哈。啊，所以迄、那个错误的迄、那个行政命令，害咱甲即马所摕的这个中华民国国籍，啊，害咱台湾人拢认为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因为你所提的迄个身份证写，顶面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国民身份证，啊，这这照讲，你若要去投票，你爱是公民啊，啊，那得国民身份证，吼、哦。好，啊，过来就是李自健老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发布，吼、哦，啊，这是一个委任军事占领，啊，你看，这个麦克阿瑟这个伊命令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后，授权给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迄日来报，哈、哦，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来接受伫台湾这日本军的投降，哦，来甲因缴械，甲遣送回日本，哈、哦。注意看这个命令蒋介石，麦克阿瑟是盟军的总司令，好、哦、啊，兼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那么蒋介石只是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呀，好、哦、啊，所以伊的位阶是比蒋介石较悬，所以也当命令蒋介石来代表民军哈、哦。因为现在因为美国是日本甲台湾的征服者。所以有权来分配民军，迄阵的盟军就啥物中美英法苏这拢是啦哈，来分配占领区。可比讲，韩国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东北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向苏联军的远东区总司令来投降。那么越南啊，就是印度支那哈。在北纬16度以北，包括台湾甲澎湖，
向蒋介石元帅来投降。啊，那么北纬十六度以南，伊即着向英国军的这个太平洋司令来投降了哈。啊，这就是美国分配，因为伊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了哈，所以来分配。哎，啊嘛，因为迄阵派到日本的是干那美国单独派到日本。哦、中国拢无拍到日本，哦，无拍到因本土啦，哈、哦。啊，咱来看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的4月28日生效啦，哈、哦。啊，伊第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只是放弃伊的管辖治理权。哦，领土主权并无放弃哦，哦。所以真侪人拢搞不清楚，就是讲放弃啊，就是拢别人个啊，唔是安尼哦。放弃有无同款的意思？就讲、是，比如讲，咱比如讲，你有一块地、一家地，我来甲你租，啊，咱若合约签好，啊，比如讲，一年甲你租10万，合约签好，钱交刷了，等于就是你甲迄块一家土地地上的管辖权、管理权，拢放弃啊，交伫我手里。吼、哦，比如讲，若签5年，五年后到，你若无爱阁续约，比如讲，我若你也不要去做我，安尼你就收回你的管辖治理权。我跟你做的是，你迄块土地所有权证名嘛无变更嘛。日本天皇放弃台湾个朋友，就是放弃台湾的地上的管辖权，美国委托蒋介石来代理管理。哦，等于我，比如我跟你做的地，你放弃迄块土地管辖权了，我。买大电源种山啊，要种奶子就在我种啊。只要我卖甲你遐土地、遐土乌去卖掉，吼、哦，安尼拢 OK 哈、哦。所以咱这块土地永永远远是拢日本天皇的。台湾若要独立，爱有几个步骤，吼、哦，咱等下爱看，这拢爱照国际法律来讲哈、哦。第23条 A 确认美国是日本，当然是包括日属台湾。是主要占领全国的首脑，哦，这旧金山合约内底写个清清楚楚哈。啊，那么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为这咱来个比较看卖呢。第一就是马关条约，哦，日本讲是下关条约。第二个是旧金山合约。第三个是台北合约，日华合约伫1972年因为。日本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宣布日华条约失效、啊、美国台湾管理法，啊，这1979年1月7日生效，但是因是1979年4月7日才订立的啦，啊，追溯到1月1日哈、啊。开罗谎言，哎，应该不是宣言，是谎言，其实伊是一个新闻公报，啊，佫无人签字，因为迄阵。迄、那个丘吉尔反对，哦，因咧开会开罗会议的时，其实是美国设一个局，画一个大饼要给中国个。因为迄阵蒋介石吼，已经大半江山拢由日本的军队占领，伊走去秘密重庆这个雾都，啊，日本的飞行机要炸，佫炸袂着，啊，伊有意思要派伊个特使要跟日本。和谈，好啦，啊，就互你占的，啊，就你的吼，啊，咱就和谈啦，卖阁战啦，吼，啊，遐互你管，啊，剩的我管安尼。啊，美国情报人员有得到这消息，所以用一个开罗先生来，就伊讲啊，来你来开罗会议，啊，我甲你提醒过你，中华民国原来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中美英法苏，哦，怎解只有这中国人都上爱民主的，听到就爽噶，就真正陪伊开罗见面做开会。啊，罗斯福佫乌一个骷髅条，讲好啊，你若好啊，抗日吼，啊，我提供武器予你，予你钱，啊，佫予你物资吼，啊，你替我继续甲遐个日本兵吼，甲牵制予老百几万的日本兵牵制伫迄个中国的领土，因为美国知影讲遐个你若看从这次签订合约。差不多一半的部队，那50万拢刷出来来顾台湾、顾菲律宾，哇！安尼美国就吃不完兜着走，还佫死足个美军呢，哈、哦！
所以美国甘愿开钱，我出钱给你，出武器给你，出物资给你，牛市给你，你替我拍日本，就是开罗宣言，就是用这个甲算甲蒋介石怪得到啊！哈、哦，美国人甘愿了钱，哈、哦，嘛不爱美国大兵来死去哈、哦，所以迄是一个迄个啦，战略布局的对哈、哦，所以蒋介石啊，听了欢喜啊。第一有民主，我变世界五强的领迄、那个领袖之一哈、啊。那么我各有通摕着美式的装备哦，爽干咯。啊，伊就甲遐美式装备大部分拢保留伫个敌西的迄个部队黄埔军校遮个人，伊个将军遮个身上，准备以后要跟阿强啊输赢，因为伊知影讲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吼，还去拍内战呐吼。所以咱甲小姐就讲，其实台湾的真正国际地位目前是一个日本天皇所属日属，美国君主占领，吼、哦，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代理咧占领，哈、哦。好，过来，跟台湾有关系这个条约甲法律是这个南加之盟这个上载，伫1867年美国这个这个上罗法哈。哦在台东的外海发生船难，这个船员就划了，是由南台湾族的、哦、台湾的原住民所抬。啊，这边美国向台清抗议，但是清朝的政府讲，防了以南不在版图。这是我个用现代的地理位置讲，安尼大概靠印象。不在版图的所在，拢中或者生番之地，好、哦、来卸责。好、哦，防了以南。甲中央山脉迄拢唔是一贯的啊，好、哦，生番之地，啊，阮迄阵算伫清朝管辖之内吼、哦，比如屏东啊、潮州、高雄区遮吼，这拢兵部作的，啊，阮是许清朝讲所番啊，啊，若不在版图的迄拢叫做生番啊，吼、哦，啊，所各分三分所、七分所。哦，你若穿长袍满褂，啊，搁留长头毛，啊，搁会晓讲闽南话还是北京话，吼、哦，迄就七分熟个。吼、哦，啊，你若敢若穿衫呢，啊，无留长辫子，啊，搁袂晓讲闽南话，吼、哦，迄就较青，迄头三分熟呢，吼、哦。啊，咱遮做问吼，你看美国就派这个领事李浪。跟南台湾的18社头目卓继独来签约，哎，内文基本上是讲南台湾族非清国的领地，哈、哦，啊，这南加之盟是美国跟南台湾的原住民所签订的国际条约，啊，这个条约还搁系伫美国迄个博物馆内底，哈、哦，啊，这是台湾浮出国际台面的条约是这个啦，哈、哦。那么美国目前跟台湾有关的条约跟法律，主要是旧金山合约，跟这个，哇，阿达不啥听喂，美国台湾关系法，哈、哦，啊，这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参众议院因直接订立哦，无跟咱台湾人参详，嘛无跟中华民国参详。因的直接订立并实施，哈、哦，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那么旧金山合约是国际条约。旧金山合约所讲的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但是来到台湾关系法的是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只要是住伫台湾岛主甲朋友岛主监管的人，拢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但是你若用汉文，反正拢台湾人，看袂出讲，迄、那个先来后到。哦，1949年以后较来，包括伊后裔，也是咱原住民本来就住伫遮所生团的遮后代。啊，所以咱秘书长一直要控告美国，讲美国爱废除台湾关系法，回到旧金山合约，因为旧金山合约是保护着本土台湾人。那么台湾关系法的。保护着台湾人，佮包括保护着
中华民国这些流亡这些人，哦，这些难民。来，啊，咱来他们讲，是安怎美国要将台湾的地位问题来巧妙的模糊化？啊，这是美国拢为了伊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哈，哦。美国对外所做的每一项动作、每一项代志，伊拢是以美国最大利益为优先，其他他考虑你其他的盟友、盟邦，哦，有啥物利益安尼？啊，伊排第一个啦，哈，哦。伊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来正面来冲突，啥物原因？因为台湾是美国的一个火棋啦，哈。因为苏联已经解体啊，那么伊原底是培养中国要互强起来，要对抗苏联，啊，无想到讲苏联伫1990年代迄阵，哈，伊就来。1990年，伊出来解体，哈，啊，所以即马全世界，因为2001年这个9.11事件了，美国为了反恐的事情，足需要中国来配合，哈，因为中国跟足侪这个阿拉伯国家啦、伊斯兰教这些国家，哦，因的关系较密切，啊，所以美国爱透过中国出兵去安抚遐个国家、遐罗马国家，哦，啊，无爱。因为安尼来看，用台湾的问题来看伊正面冲突，哈、哦。啊，过来，美国甲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咧行呢。伊若要看阿强啊来配合来处理什么好代志的时，伊就把台湾和阿强啊看。哦，啊那阿强啊，看伊无要配合，伊就过来甲台湾说他讲好啦，啊无我搁什么武器来买你。拢用这款两手的策略啊，那需要台湾啊，就买卖武器给台湾啊。啊，那不需要，要看阿强啊，较好，伊就来霸台湾，给阿强啊看。哦，啊，美国嘛是咧等待咱本土的台湾人，爱觉醒超过75%，啊，是安怎我写75%，唔是51%。其实你啊想，咱大概选举，咱气势拢足好，但是足好。你若敢若赢民调，若赢51%，啊，若迄个啊，迄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佫摕钱出来买，就有可能就一下就输伊啊。所以咱得爱差不多75%以上，较坚定的就袂晓买51%，较坚定的袂晓，剩的是按正袂晓买的就对啊。你啊加买25%出来，准备袂晓买票的就对啊。哈，因为有的人看到钱就头红啊。认钱做老爸啊，哈 ，OK， 认贼做老爸，哈 ，OK。我咱来看，1895年日本驶进台湾，是安怎受到原住民强烈的抵抗？我咱看这个地图，啊，这都足清楚的。啊，大清帝国以中央山脉以东这些，拢唔是伊管辖的地位所在，啊，所以原住民的山地部落。伊伫遐好势好势，伊个传统个领域，伊想要食肉啊巴豆来拍啦吼，啊生活足快乐个，伊自给自足吼、哦。那么香港日本拍来讲要来管因，啊清朝也无经过原住民个同意，讲啊连别人个土地啊拢卖去吼、哦，啊这当然引起原住民个反恐，啊所以，我比如讲迄个萨德克巴莱迄个看会出讲。因为因日本是船坚吼、哦，啊炮利啊，所以因用弓箭啦、啊，也是敢那用那猎枪，当然拍输日本人。但是原住民因体能好，啊，伫山区环境熟悉，啊，搁在因游击战足厉害，所以当初日本来管甲1940年代时，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一个就是为台湾派。这个原住民的志愿军哦，高沙义勇军去打迄个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哈、哦。美国认为讲无可能为后壁山迄较悬的山来哈、哦，啊，所以因的防卫拢布伫头前，唔知咱原住民为后壁开山路，准为后壁攻入来一声克拉克空军基地，规个用占领去，啊，就是咱原住民哦，因神出鬼没，啊，佮
正网啊，定着拢无问题啦。较早迄个啥，牡丹虾事件，嘛是琉球的渔船，伫即个恒春半岛吼潜，啊起来了以后，原住民台死，敢若剩十二个，迄个保利村遐个人，甲扶送去即个凤山府城，啊，较为高雄，甲送倒转去琉球吼。啊，那么日本政府就兴师问罪，向清朝讲，啊，现在恁的臣民台湾的琉球的移民，啊，这个琉球人嘛是，嘛，迄个大清帝国嘛是讲，迄是化外之地吼，生蕃之地，法与不法吼，由贵国制裁之。你要甲来，你要甲安怎处啊？恁日本国恁家己处理，迄毋是我的臣民，啊，所以因就起兵来啊，啊，所以伫这个石门古战场吼，伫牡丹虾头前迄个石门，迄个有一个关羽吼。若要入去牡丹虾，一定爱去关爱拍过，啊，所以底下发生激战。当然激战，日本兵是死十几个尔吼，但是后来吼，敢若迄个网啊定的，着痢疾啊，着啥物天狗这个吼，死六百几个。啊，所以迄场战争虽然拍赢，我那算惨胜，啊，伊就是因为因无抗体来到台湾，台湾的张力之气啊，这棒仔糖吼，就足毒的啊，比枪炮较厉害。因跟原住民战死无几吼，啊，迄个棒仔钉钉起一堆，OK。啊，其实台湾会当统一起来，是伫日本政府差不多开15年的时间。甲所有的无论客家还是原住民各地的那个抗暴的团体吼，拢征服平定了，靠甲台湾真正的统一起来。所以台湾一直拢毋是国家，我以前拢是部落嘛，啊，像讲清朝因较早是拢6个屯垦区开拓拓殖地尔啦，吼，连殖民地都还不是，吼。好，啊，咱听迄个外口人讲，咱是诈骗集团啊，拢讲台湾民众是一个诈骗集团。吼，啊，这咱要安怎甲伊解决？咱去首先，咱来先确认讲，伊即个人捌读过咱联合论述，林志升甲何瑞说写诶，我头拄啊从头前讲遐册，敢有人因有看过无？啊，如果若无呢？啊，伊这就敢若像讲，也毋捌看过林志升诶表妹林志玲，啊，就讲林志玲。作牌，哦，同款嘛，你都毋知影，你啥咧乱讲嘛？这个表妹是一表三千里啦，吼、哦。好，啊，既然伊拢无读到联合论述一本册，等于对台湾民政府是一无所知嘛？啊，咱是要安怎跟一无所知的人要沟通、解说、辩论？啊，一点我爱甲各位提醒着讲，咱看伊。咱是咧说理，咱卖用辩论的方式哦，安尼钱甲阿妈棍做大条，袂好吼。若万一咱本身有高遐，已经百倍啊，啊若量落到地吼，穿落到底下钱，难都白长费劲，咱袂好，吼、哦、划不来吼、哦。咱好啊，甲讲，就讲敢若讲软硬兼施啊，还是讲软硬兼牛，咱顺顺啊来，用温和的口气来讲吼。比你安尼大声亮，像咧亮恁囝安尼哦，迄都毋是恁囝，你袂使安大声甲亮吼。咱用尊重的口语，好好甲伊头壳内底遐笨拙，甲替伊加减啊清出来吼。啊，上好是就伊来遮上课，咱遮有几套安尼会当讲啦吼。啊，因为咱若拄啊初级班上了，咱可能自己还搞不太清楚，出去讲，搞不好三两句人甲你问倒去吼，啊，咱闹开咧吼。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作者人错认中华民国就是我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哦，这错误哈。啊，因为60几年来哈，看中华民国迄个车轮机看惯是啊，煞看甲当作迄是咱的国家一样。好，啊，你看陈云林来台时，反而帮忙保护高举中华民国的车轮机。哈，啊，你来看，这作者来的哈。迄阵来，警察咧收机啊！哦，做者日军咧，民进党诶，
伫个机场安装都拢家机啊，中华民国车辆机，中华民国家己咧收机啊，咱无去甲倒收，倒阿罗登，因为阿罗登咱应该二阿罗登拢等日本主人，无啊，煞台湾咧日军在捍卫中华民国国旗，啊，这有空间无？吼、哦，这作者哪来呢？啊，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句话那用法律来讲是错误。中华民国干来点讲在台北，啊 ，Chinese Taipei， 或、啊、者、就是、中华民国在台北。那讲中华民国在台北，啊、这个有下这个占领国战争占领法的这个法理论述了哈。阿扁也是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啊，这嘛这个较简单。这等于甲台湾，本来中华民国对台湾无主权嘛，你安尼甲讲了到就说中华民国对台湾有主权，啊、哦。啊，谢长廷吼、哦，伊伫讲宪法一中，然后讲谢长廷，啊，伊吼大概选举吼，连袂选到，连袂去最高票落选，啊，过来最高票，比方伊，迄个台北市议员最高票当选，啊，过来。最高票落选，啊，过来立法院最高票当选，啊，过来最高票落选，拢安尼，吼、哦、啊，看阿扁啊，咧初选要选总统嘛是安尼吼，所以伊就伫伊个这个政治路途安尼走走停停啦吼、哦，啊，你看伊去高雄市做市长做得袂歹，吼、哦，我呐足加肯定，但是伊即马要起来拼总统，伊个输伊吼，啊，这个、蔡英文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哈、哦！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嘛跟阿扁啊，一个比阿扁啊，佫较直接就讲，讲这个外来政权是咱台湾政府呀。啊，这都啊跟咱即马咧讲，咱的台湾民政府，有咧跟咱抢功迄个意思呢。啊，煞搞咱台湾民政府，台湾政府煞袂哦，中华民国去啊，哈！啊，美国的一中政策，咱台湾人作受用。啊，阮中华民国呢？伊个咧替中华民国维护美国的一中政策，伫国际法这是正确的，因为全世界敢若有一个国家合法伫联合国代表中华代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哦，那么咱台湾人对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无了解是拢咧受气。中华民国呢？哦，伊已经甲中华民国当作是伊的国家。这足大的错误，咱的国家，咱以后要回归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吼、哦，这点要搞清楚。台湾这块土地永远是日本天皇的，吼、哦。好，啊，即嘛，你看，严重的用汉语化，诶，台语你看，若要消灭一个国家，都要先消灭伊的语言甲文化。啊，咱即嘛三十岁以下的少年人吼、哦，台语吼、哦。所谓台语，就包括客家、加关族民语哈，这拢因拢无讲袂练当啦，甚至有诶袂晓讲，阁袂晓听。哦，那即摆阁较少年诶哈。啊，那么你来看，咱作者吼，像即款诶，甲台语拢汉化，像讲，即台语变哪讲？嘿，袂歹，恁了会晓讲俄语，有诶少年即摆讲即叫做战秘。我给你赞美啊，这电台我捌听了，这水果食起来甜甜，伊讲脆脆。咱是爱讲切切，啊伊电台哦，真逐工还佫咧，还佫会听到，佫切切甜甜，甜甜切切较对啦吼。啊因讲甜甜脆脆，啊这讲清凉解热，爱解热嘛，哦这。因这个破音字都袂晓哈，而且是即卖少年啊，歌是用广告语言在讲的呢，伫电台在讲啊。啊，咱即卖来看台语的变音的咧，香港的香很香，拢港一音，香港的香很香。你看，咱台语就作水，当家作水，香港的香真香，哦，三个音哈，无讲好。啊，我去香港买芳香浓酿。好啦，你甲换做北洋语好嘛？香港的香很香哈、哦，
我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哇！你咧香香凉凉，我羞羞嫩嫩嘞。好、哦，我要去香港买香香凉凉哈。啊，这另外咱台语作祟的哈，啊，所以台语我呐爱好啊保留了哈。好，啊，咱来看美国的军机常常来去自如，哈、哦，比如讲莫拉克风灾。哦，美国需要咱从运输机为琉球的基地飞来台南机场，飞机顶载一挂120群的防水特殊防水布，哈、哦，提供咱台湾灾区来使用，哈、哦。啊，过来就是这个去年10月29，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KC-135降落台湾松山基地的迄个，讲我迄个机械唔对啦，歹势哈。迄阵报纸报讲，伊是紧急来载 AIT 的官员的一个囡仔，幼囡仔讲要去日本医疗，这甲咱骗啦。其实 KC-135这油那载甜甜吼，伊是落来这个松山机场咧试这个跑道，伊咧试的是。一般比你要降落，拢爱逆风降落，吼、哦。那么要起飞嘛，赶快你爱逆风起飞，伊拢调降，拢个顺风降落。顺风降落哦，会拖中远个，啊，这遐重，刹车会挡袂掉呢。但是伊就是咧试机场，讲伊那在偌重个重量，刹车偌久会停，伊是咧试这个参数，包括要起飞，伊是讲顺风起飞，唔是逆风起飞。其实这伊是咧做参数，伊这个参数摕到了，伊以后就是讲，那万一当有紧急需要，我的大只运输机来运一挂物资入来，比如讲伊的 C5M 这个，全世界上大的军用运输机买入来，要安怎落来？有啥物注意的点？到底要爱飞偌低，才会当降落哪部？爱赶紧去重飞，伊是咧掠这个参数，哈。啊，这个表示讲美国已经准备买入来啊，哈。好，啊，今年5月20日下晡，美国的代表团嘛就搁坐军机来祝贺台湾治理当局马英九局长的就职典礼。哦，台湾治理当局就是头拄啊，咱曾经诶，这个伊咧讲的这个 GAT 啦，哈、哦，Government Authority Taiwan 哈、哦。啊，这是美国的军用的行政专机。啊，真趣味的，就是讲，就职典礼是伫早起，啊，因下晡才来，啊，这是啥祝贺团？哎、欸，这是唱衰团嘛？啊，你这都我细汉啊，你啥物咧？啊，一个局长咧，啊，咧摇摆个，吼、哦，好，好，啊，你看阿扁啊，做其实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做8年啊，吼、哦，啊，伊定定。接到美方的指示的形式，伊实际上是美国在台的代理人啦，嘛会使讲是美国派一个总经理来咧管台湾的对吧？就敢若讲麦当劳总公司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分公司咧管台湾的麦当劳，讲这个意思。啊，这个总经理若做不好，随时会当吼来诶。无人机再造，本来去年，前年的话咯，美国有请个秘书长去甲志忠啊讲叫因钱莫阁回转来，迄阵7日吼，已经回转来1外，讲恁都莫阁回，我甲恁规家伙啊吼，甲你再离开台湾。迄阵我有陪咱秘书长落去高雄，伫迄个一个机关吼，伊拢穿迄个道袍迄个吼，电机关吼，拢去伊啊去伊啊讲。那么伊因讲，啊那再造单届政治性命就无去啊，因干那咧烦恼单届政治性命，无想着讲咱台湾这2000万台湾人。
的前途要安怎？嘿，啊，所以真可惜，因无听秘书长的话，啊，所以钱嘛，佫继续回荡。秘书长讲，你继续回荡啊，继续关，因为迄你回荡啊，遐拢叫做证据。你若毋是掌管，你咧惊啥？你做你查嘛，我都不爱回荡啊，我下破的呀。啊你！你回答拄啊，等于讲啊，啊你这真正就是掌权，就是政府。拄啊像苏明同款，苏明老先生，伊偷渡，伊准备用土制炸弹要崩啊蒋介石，啊事迹败露，又同伴甲出卖，所以赶紧，我咧伪装做迄个码头的工人，扛迄个金蕉吼，迄阵台湾销日本金蕉足济，准。我那衫脱掉，脱袜摕，安怎扛金枪？吼、哦！啊，我那扛去船顶，啊，准避开，准走去到日本了，伊有日本警察抓着，伊才讲伊是政治犯，要申请政治庇护，啊，身骨拢无证件。那么，日本政府即外交部就发电文，去予台湾，对嘛？伫台湾即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外交部讲，阮只有抓一个叫做苏明这个先生吼，啊，是毋是恁？买你的人，结果外交部甲我那个发一个电文，对，这个就是异议分子吼、哦，这后尾算讲我买你的就对啊，啊，拄啊这个动作日本的政局，哦，你真正是异议分子吼、哦，良心犯，好、哦、啊，准甲释放，啊，所以苏明准伫日本东京吼，伫遐咧卖面卖水饺，啊，咧继续咧。台湾独立运动咧拍拼哈，好，啊，这咱阿扁啊，拢接获美方的指示，啊，是拢指示啥？不是用指示呢，是用训示呢。2006年六月二日，美国 AIT 的前处长杨树立，曾经去到总统府训示扁三点，讲台湾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袂使公道。台湾的地位未定，一个 AIT 的处长呢，会当去啊讲训示，哦，表示伊的官无大，但是涵足大，哦。那么，唔是干那这个了，包括美国雷根政府对台的六大保证，拢是用安尼，拢去甲你念念读读的，不记改，对等，没有留下文件记录哦。啊，即嘛同款啊！我呾读读个了，收收嘞，等于无留迄个纸张个迄个文字记录哈。那么，是用呾台湾人袂使公道，就是咱台湾人甲中国人伫还袂拆分清楚以前，袂使夹做伙斗，因为有流亡中华民国人伫台湾啊。啊，迄个含咱都无共国个，你太会使含伊夹做伙咧公道。啊！你若台湾，咱今年包括2008年谢长廷砍慢预算，啊，这个小英砍慢预算，你这两个你甲动作统独公投，咱两家拢输呢。所以美国规定咱当然袂使公投，就是咧惊安尼啦。你若公投，是伫迄个自由意志之下。你敢那摕迄个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去到投票所，去甲领个选票，咱就已经输一半。因为你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你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啊，你伫自由意志下去甲投迄个票，投出来阁是通盘赢。2008年，咱输200几万票呢。好、哦，啊，所以迄个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是输呢。伫外国人来看。2008年，也是2012年，是拢恁台湾人伫自由意志之下去公投出来，讲要予要统一的人来统治，所以外国人咧看讲，啊，恁都要予阿强阿管嘛，吼、哦，所以美国真惊，所以就事先就来甲咱挡啊，吼，啊，台湾地位确实未定，吼、哦，台湾到底是要依照琉球模式要等于日本政府呢，还是要用邦联的方式？啊，是要维持这么现状，拢还未定嘛，哈、啊。好，啊，咱来看1952年的
中日台北合约，够加台湾甲朋友交互，啥物人？顶悬嘛无写，因为旧金山合约是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朋友，来到台北合约，日本迄个合约顶悬写讲，阮伫旧金山合约已经业已放弃啊，我已经，凭我昨我就已经甲我即个遥控器。单调伊啊！我今仔日来跟你签讲，我要把这遥控器交你。我先规定无这个物件，要安怎交你？好、哦，伫旧金山合约，诶，旧金山合约是签订是1951年9月7日，那么生效是隔年4月18日。那么伫9月7日就已经宣布放弃啊，所以伊来到跟。中华民国要签这台北合约，伊手上已经没有台湾澎湖这个东西啊，伊变哪交伊？而且1952年4月18日迄阵要签的时，啊，伫前两年这个人就死去啊，啊，变哪点交？变哪交伊？中华民国都已经亡去啊嘛，哈、哦。你佫讲即马目前，咱一般民间若要办移交嘛，爱这个人。哎呦，哇嘞，开点，哦，点高嘛，哈、哦。OK， 好，咱来看1945年10月25日，工会堂，哈、哦，就是即卖呢所谓的中山堂，哈、哦。伊内底有啥物国旗，哈、哦，有啥物意涵？你看，因中国人外口骗，用台湾光复，其实唔是啦，哈、哦。咱是战败国，战败国没有光复这个事情，哈、哦。啊，这块土地嘛，唔是你的。好、哦，爱、啊、用中国战区台湾省，你看，咱家明明是太平洋战区，伊嘛甲你骗讲家是中国战区，啊、哦，好，啊，过来，你看伊会堂内底有四个国旗，苏联的、美国的、中华民国的、英国的，欠一个法国，因法国迄阵拄啊，因算流亡去伦敦，啊，然后拄啊复国呢，吼、哦。国力足衰弱的，还无才调派人来遮吼，所以法国无出现吼。啊，这代表是日本兵是向迄个盟军吼，即五个国家来投降，毋是单独向中华民国投降吼。啊，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伫北高梁市，迄、那个眷村，迄其实就是难民营啦。哦，按讲啊，足够听，就眷村。因为你若逃亡去别个国家，联合国拢会去啊，替你用帐篷哦，做一个难民营。但是台湾毋是的，哦，拢去第一批吼、哦，去乌下厝；第二批就拢去大楼啊。后来你若看第二批，哦，这是大安森林公园边啊只所起的哦，这种豪华的难民营，啊，高雄。伫翠华路做啥？哦，你看伊头拄啊，大安森林公园边啊，大安森林公园嘛，几啊万平迄个公园，啊，你看这嘛，几万平迄个绿地，哦，这拢上豪华。啊，平平伫台湾，阮个士大人做田布稻啊，生产啊，拢爱交公家去，吼、哦，拢爱拍个打打，因不是。迄、那个干燥机、测量器拢爱插落去测，哈、哦。那么你甲想，因讲因老啊，应该看到我讲个，哦，新韩籍哈，因只新韩籍，哦，因讲因徛卫兵咧顾台湾足辛苦个。诶，啊，咱个士大人布条啊，互因食，敢无辛苦？咱着起两间厝，哦，第一间乌下厝，第二间起只大楼互因住。阮个士大人要住，爱家己起呢，甲家己开钱，政府毋捌。起一间厝，我是大人，我就常在讲啊，啊无吼，咱卖布条啊，啊看伊要食啥，伊三工无食饭吼，我看伊个会徛外边徛会条袂，一定软脚倒里啊。好、哦，啊所以，即卖社会是分工合作的社会，大家拢有功劳吼、哦，啊，个人属龙工商，拢伫社会上拢是一个螺丝钉哈，拢、哦、有作用，袂使讲像因。拢干那顾因只军公教，啊，即个因只难民。好、okay. 啦，阿你分析
大日本帝国甲即卖新的日本国的分析吼，大日本帝国甲新的日本帝国的领土范围，天皇迄阵的大日本帝国，包括南区的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包括韩国，包括台湾澎湖，包括新南群岛，还佫有一个琉球吼，即拢是大日本帝国，但是旧金山合约吼都。毋是，美国甲迄个日本设立即个新日本宪法，都甲即个北海道即个四大岛脱离大日本帝国，吼、哦，成立新的日本政府，迄个新的日本政府佫加入联合国啊，所以已经无共款了，吼、即点啊，咱来注意吼、啊，即摆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吼、哦，只是等于天皇完了授权，互因自治啊。天皇无阁管因啊，都啊，即四个大岛啊，你日本政府新的日本政府，恁家己去管理家己安尼吼。啊，是安怎？旧金山合约，台湾甲澎湖干那会当放弃，袂当割让，啊，咱会使来参考即个奉天吼。哦南奉天的这个不，辽南奉天返还条约，这个辽东半岛的对吧？哈，啊，因中国讲奉天地区的哈，啊，这个文书哈、啊、有日语版，哦，啊，搁有这个汉文版哈、啊，你看不割地就赔偿，啊，什么原因？奉天那个说的，就是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袂当割让，所以因着搁另外签订即个辽南返还条约吼，都甲 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边地方吼，即个所在永远交还中国哦，因此下关之条约的第三款拟定陆路通商章程之是作罢吼，那么。你既然无法度割地，但是你都爱赔款，所以中国约为酬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疆库平原3000万两，吼、哦，爱互分得着，不割地就赔款，吼、哦，这就因为这个所在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赶快台湾甲澎湖，因为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袂使割让。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我暂时讲到这，后加有机会，再佮各位解说，谢谢。请起立，今日休困楼骹用午餐。